好，开始。它是一种用水管做的水枪，然后子弹就用卫生纸给它揉成一团，再给它塞进去，要塞得很里面，然后要把这个开关给它关起来，然后再用这个打气筒给它打气，这样一直打气，一直打到那个无法再压的时候，再把这个开关给它打开，那个子弹就会射出去。哇，太强！然后最好是不要往人的头射，要不然会很危险。要射的话就往墙壁射，要往墙壁射，要不然就是往空旷的地方射。